如果是男生，你就唱女孩隔壁班的那个女孩。哦，那你如果是女生，你就唱隔壁班那个男孩。都可以变来变去啊、哦，来，隔壁班的那个男孩。隔壁班的那个男孩，哎，怎么从那边跑出来？那个谁？爸爸，来，隔壁班的那个男孩，怎么还没经过我的？窗前是什么意思？窗户的前面，看没有？教室的旁边有没有窗户？有啊、哦，窗前的。隔壁班的那个男孩，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来，先跟我念一次。隔壁班的那个男孩，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好，你自己念一个。追你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。